台南地检署查维冠大楼偷工减料，建商林明辉对遭羁押提抗告。台南高分院以偷工减料、借牌建造、规避监督查核嫌疑驳回抗告。台南高分院发言人表示，经审阅大楼建造的结构计算书与配金详图，发现配金的直径、间距都不合，违背工程设计惯例。另外，维冠没有营造厂牌照，是借用大信公司的牌照，担任承造人自己建造。为厘清建物倒塌的原因，而且有传讯相关人员的必要，驳回林明辉抗告。